而另一个惊险画面是华视的独家直击，在高雄这两只狗被丢到了大排水沟，狗志工爸爸赶快去救狗，结果这里烂泥巴太深，差点一位志工就灭顶。两个动保志工拿着捕兽网，走在满是泥泞的大排水沟里寻找两只落水狗狗的踪影。不久，走在前头的志工看到一只狗狗了。一只脖子一圈白的黑狗在泥水里奔跑，两个志工赶紧追上去，只是追到排水处时，这水已经高到都快到志工的胸口了。而被追到没有退路的狗狗在水里拼命的挣扎，这时前头的志工拿出推箭朝着黑狗射过去，黑狗吓得四只脚往垂直的墙上跳，但是又摔到了水里，因为这水实在太深了，志工这时整个人跌进水里，好像就快要灭顶了。还好最后志工自己游出了水面，而这时黑狗则是急得往反方向逃，不过为了救狗才脱困的志工脚都还没站稳，又追着狗跑，最后黑狗因为麻醉药终于倒地，志工赶紧把它放进网子里，再用绳子固定，慢慢的把狗拉到桥上去。可怜的黑狗被救上来时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而另一边还有一只另一组人马救起来的白狗，这两只狗疑似被人丢进排水沟里遗弃，被民众发现赶紧通知爱狗志工来搭救，尽管这趟任务差点灭顶，惊险万分，还撞得伤很累累，但是看到两只狗都平安没事，志工笑着说拼命救回了两条命，真的是值得啦。记者邱君平、邱显雄高雄报。